过深圳，40年前的一个渔村，如今是世界现代制造业中心之一。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发展，并没有使这里的人忽视对绿色生态的珍爱。深圳和入海口的红树林，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。红树林的自然生长，保护着这座城市生态的健康，也是深圳人用心守护的一片绿岛。宋昌华，一个从四川到深圳谋生的农民，他是这片红树林的守护者。2002年，他到深圳寻找工作机会，他没有选择进入现代化工厂，尽管这里的收入不如工厂里高，但他在这里收获了比获取更高工资更美好的价值感。他在这里干了将近20年，20年间，他见证着这个城市的成长。20年来，他守望着这片红树林和栖息在这里的10万多只鸟儿。每当望着千百只鸟在落下的映衬中飞翔，就是这个青春的城市最美的时刻，就是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刻。